要喝了，先放了，一会儿再喝。你看看你，一天到晚总是这么愁眉苦脸的，老这样下去，就是华佗转世，也治不好你的病啊。我也想看开点，就是由不得自家。 我们都这个年纪了，你辛辛苦苦治下家业，也该过点清闲日子了。你看，你又多想了。这种事儿，又不是咱一家。就说你三弟他家那个老四吧，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读的挺好的，这不。 跑到广州，做了共产党，这急比咱们还大呢。我不管你说什么，你要想办法把佳明召回来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佳明，佳明坐。佳明。 给少爷做点吃的吧，我都饿死了。快，快给少爷做点吃，端上来。哎，小的了，佳明啊，这是整个半夜的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爹，我现在轻功可好了，身子特别轻，就连国民革命军都抓不住我。你看，怎么样，漂亮吧？德国造的。 那小子搂着个粉头，正高兴呢。我就站在他们床头看着他，那小子吓得嘿，老老实实把枪送给我了。佳明啊，你真的不想要命了？连国民革命军都敢惹呀？那又怎么样？不就是一支枪吗？他们可以再去抢军阀的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娘，你哭什么呀？ 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有吃有喝的，还不用看我爹的脸色，你就放心吧。你让我怎么放心？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你整天在阎王爷门口转圈圈，我还指望着娶个儿媳妇，指望着抱孙子。你指望他？休想！有件事儿，我得给你讲明了。 那个若贤姑娘已经成了别人家的家眷。那个戴先生对我很是关照，人是大人大量。
你可千万不要胡作非为，早点给我断了个念想。你就是一心为匪，也应该有压寨夫人呐。这天底下好女人这么多，为什么偏在这一棵树上吊死？哦，对了，爹，我顺便给你拿了个这个。 人人有份啊，娘，这是给你拿的。爹，给我滚！娘，我又吃不了家里的饭了。佳明，佳明，佳明。 这是我专门为您买的，钱生源的马饼，您快吃点吧。卢先生，您这么辛苦，总得吃点好的嘛。卢先生，您看我能不能加入共产党？你怎么会想这个问题啊？我想，我这辈子除了跟他掌柜的，一块打理这个茶馆，难道就不能再干点别的什么事儿了吗？等以后我女儿长大了，我怎么跟她说呀？阿杰他爸是个好伙计，阿杰他爸是个共产党，这都有面子。 许生，哎，就是为了在女儿面前有面子吗？当然不是。共产党为穷人做事，有学问，个个都是体面的人，个个都是好人。就像您鲁先生，您连我们这样的小伙计您都不怠慢。许生，参加共产党不是为了开开会、游行、喊喊口号的事儿，是要流血牺牲的。 你不怕吗？不怕，人都是要死的嘛，死得值，死得明白就好。小时候，我爷爷总跟我讲故事：岳飞、陈胜、吴广、关云长。我要是能像他们那样死，也比整天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活着强。我爷爷要是活着，他肯定让我参加共产党。他老人家这辈子就喜欢替别人打抱不平，我们家乡人都特别佩服他。好。 许生，你让我考虑考虑行吧？好，好，先生，我去看看吧。你要当心。头，全城都戒严了，到处都是警察，有的不就是一支枪吗？至于急成这样吗？头，跟他们拼了！站住！ 咱们分头跑，分散他们的注意力，集团都给我活着回来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走。谁？ 把斧子放下，放下。这位英雄。
谢谢你的鸡蛋，我还真饿了。妈的，不就是要你支枪吗？我那两个兄弟真没命了。你单打独斗，今天死两个兄弟，明天死两个兄弟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我喜欢单打独斗。 还干啥玩呢？要是这边牛引起来，我先封了你们的店。撤！喂，给我接一下警备队。喂，啊，戴秘书长啊。 有何贵干？刘队长，我刚知道，你的人又和胡匪遭遇了，专门抓的活的。没有，打死了两个，没抓到活的，我还不知道怎么跟军方交代呢。嗯，陈世豪。 对的是军方，必须。 我娘肯定给吓着了，不就是一支枪吗？ 老子要是有那么多枪，送他们两只玩玩，真他妈不仗义！老子跟他们拼了！站！现在不是讲那些的时候。佳明，听我一句话，你也要为你今后的前途想一想。 这样下去行不行？我这个人吧，过了今天从来不想明天。我看有些人整天精打细算，也不见得占多大便宜。看报纸了吧？这三个多月，已经死了100多个得白喉病的人了。 这些人在死之前，他们知道自己会得白喉病吗？所以我说，人各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我从来不想那么多。佳明，我是觉得你是一方好汉，这样活着有点可惜。
哎，陆先生，我怎么觉得跟你聊了半天天，你像共产党呢？那我要真是共产党呢？你是什么党我不在乎，我只是觉得你仁义厚道，胆大心细，你要是拉杆子起事，肯定可以做大事情。我陈家明忘不了你，有什么事情我肯定出手。嗯，好。什么？让我钻到箱子里面去？那是绝对不可以的。我从来就没受过这样的委屈。知青姑娘，你就不怕我这一身臭汗把你的绣皮弄脏了吗？陈大少爷，你就委屈委屈吧。你要命还是要面子？我们明天一大早就要往上海发货了。不行，我宁愿死在这里。陈家明，你死在哪儿我们不管。你可要晓得，这个茶馆里每个人都想好好的活着。你不要拖累大家，做人不能太自私的。你讲的也对啊，我的确不能连累大家。哎，那你再给我想个别的办法呗。啊？该死的白红兵找到你呀！ 啊， 啊，可怜你无亲无爱，还没有尝到活人的滋味就走了，我可怜的哥哥呀！我知道了，干什么？戴罪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肯定是他指使的人抄了我的家。赤铁姑娘，你要是见到若仙就告诉他，上次接他去岛上的是我兄弟们胡闹。不是我干的，我要是能活着出去，我还回来看他。如果我要是死了，这就是我的遗言。你告诉他，下辈子我再娶他做媳妇儿，一定要成大道。该死的白毫兵，小心点。啊！我可怜你无亲无爱，他没想到活着的滋味就走了。啊！我可怜的哥哥。总算是把陈家明给搞走了，要是让警察在灵岩茶馆把他抓住啊，咱们俩都脱不了干系，尤其是你老陆。哎，我们国民党右派啊，最近闹得蛮凶的，一副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样子。听说女子中学还辞退了一个教务主任和两名教师，说他们有通共嫌疑。哎，你可要小心啊。嗯，我晓得了。我们党没有自己的武装，处境很艰难呢。哎，李红，我倒是觉得陈家明这个人可以团结。你看，他手下有人有枪，而且他那帮兄弟呢，还都是姑苏人。他这个人啊，嗯，倒是不欺负老百姓，专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作对。早年间啊，我们团结过他。不过没有成功，想团结他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嗯，嫂子好。嫂子，认不出我了，我是阿翔。我舅舅去世了。营长允许我回来送葬，顺便来看看您。这都是营长带给您的东西，这里面啊都是珠宝和首饰。营长说了，这些都是留着给您做嫁妆的。我不认识什么营长团长，你给我出去！
营长说了，他很快就会当上团长，等他当上团长，他一定会回来娶您。你给我出去！雪珠，把东西都扔掉，把人赶出去。嫂子，子欣姐。嫂子，子欣姐。阿姐好多了吧？你去看她一下好了。子欣姐。哦，子欣，水珠，怎么你们还没吃饭呢？几句话想跟你说说。啊，那你，你，子欣，你上次说我的那些话说的都对。与长辈和家庭，我都亏欠太多。爹妈就这一个儿子。全靠我那两个妹妹来照顾儿子，我有好多年没回家了。不是我不想回，是我回不去，因为这个世道，我不能回呀。子欣，大志是个好人，要不是这个世道。注定会很幸福，可这世道不好啊。但凡有血性的人，也不可能待在家里过小日子，也过不好。你说，刘先生，您不用担心，这么多年了，我都熬过来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刘先生。我有件事想跟您说说。你说，你说。你看珍珠怎么样？哦，珍珠啊，蛮好的。他太苦了，他被胡匪抢去了后，人是回来了，可婆家不要他了。我看出来了，他蛮喜欢您的，我料定您不会嫌弃他，你们俩挺般配的。子欣姐，卢先生也在。珍珠啊，那你们聊吧。哎，水珠，我从姨妈家讨来的偏方，顺便把药也抓来了，一会儿煎了给阿杰擦上吧。行。听姨妈说，这偏方蛮灵的。太谢谢你了啊！没事儿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珍珠，坐。水珠要管孩子，我杂事也多。你帮我一个忙好吗？你说，卢先生的衣服领子破了，扣子也掉了，你帮我给他缝缝。
这珍珠。珍珠姑娘，我们都不年轻了。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，你大概感到奇怪。我这个年龄为什么没有家室？其实我在17岁那年，爹妈就给我定了门亲。那时候我还在县里中学读书，18岁那年我成了亲。结婚的那天，我走进了洞房，我看见了我的媳妇，她才16岁，大大的眼睛。说句心里话，她长得挺好看。我跟他说我要走了，我不想在家乡待一辈子，我要出去闯天下。我还劝他说，你这么小不应该嫁人，应该好好的读书，出去见见世面。我太幼稚，太不知轻重了，我真的走了。就在结婚的当天晚上偷偷走了，爹妈不晓得。又回到家乡时，我已经在北平念大学了。他的坟就在我家屋后的山坡上，妈哭着跟我说，我走过了第3天他就突然进来，人没有救过来，他以为我讨厌他。我走了，他没法活着。这件事儿我一直都不能原谅我自己。有时候在梦里还梦见他，大大的眼睛看着我，他还那么小。珍珠，我喜欢你，我不知道会不会给你带来幸福。我们再等等好吗？这个麻饼罗先生肯定喜欢吃。志锦，你看买了这么多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珍珠，拉你出来转转，其实就是想给你选个好看的料子，给你做件新的衣裳。袖口和衣口我替你绣好，裁缝那边我去找，钱我来付，你呀就开开心心的啊。放心，那有什么不行的？你想干什么？18岁的大姐，7岁的郎，说你时而不叫娘，还要帮你解扣脱衣裳，还要把你抱上床。你是阿宽？芷金姐，
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随便用，随便用。吴少爷也不必客气，吴公和我是故交了。是，来来来，来来来。来，吃菜吃菜。来，吴公。哎，魏祖啊，虽然你是本地人，毕竟在外多年了，是，还要跟米少爷多多走动，把当地的人和事搞搞清楚。是，刚才我问过年纪了，米少爷呢是你的兄长，你要多多的指教哦。爹爹请放心，我会向米兄多多请教。哎，吴公，韦祖弟从小受您的教诲，就在日本游学，我应该向他请教才是呀。阿里阿多，库里马斯。哎呦呦，吴少爷的日本话讲得这样好啊！哎呀，吴公啊，您可真是教子有方啊！魏祖还不算愚笨吧？连他也是我们地方上的人，有无依无靠。我说他做义子，也是排遣思乡之情。对呀，对呀。落叶归根嘛，您父子二人回母都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来来来来，吴公，听爹说您的当铺门面相当气派，改天我去拜访拜访。再气派的当铺，它也比不过县衙的大堂啊。物是人非，不比从前喽。咦，哪里哪里啊！以您的见识和眼光，那当铺一定做的是红红火火，啊，可能很快就会有分号了吧？我倒是有开分号的实力，只是离开木都多年，先看看苗头再做打算吧。啊，对对对，朝廷的官吴公都做了，那经商就不在话下了，啊。来吃吃菜，吃菜，吃吃来吃菜，菜吃菜。子欣姐，你看谁来了？坤庆，子欣姐，知金姐，一点玻璃不成敬意。哎呦，阿宽。你可真的是长大了，还晓得带礼物来。哟，这钱生爷的毛饼可不便宜呢，让你破费了。坐坐。小时候是您做的秘制叉烧，这些年做梦都想的。你小时候饭量最大的，所以长这么高吗？我走在日本大街上，他们都看我。有一回，一个日本人还对我讲英文呢。他讲，他看我的背影，还以为我是英国人呢。哎呦，你还跑到日本去了？跟我干爹一起去的，为了他的生意。你干爹？也是我们木渎人，先前做过县太爷呢。县太爷？哪个县太爷？他姓吴。吴良辰。对呀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我现在的官名叫做吴魏祖。我跟知画姐他们一起去的上海，苏盼姐介绍知画姐在上海的一家学堂里做工。这我晓得，知画来信讲过。都怪我当时太调皮。跟邻居家小孩打架，知画姐训我，我一赌气就跑了。不讲了，都是当时太不懂事。不过如果当时不出去闯的话，也不会有今天呀。知金姐，知画姐现在好吗？
还好，常有信来。以前的信上也大概提起过你逃跑的事情，他还担心过一阵子呢。那我改天一定要去看看易红先生呀。阿宽，哎，你记得吧？你和易红先生睡一张床的时候尿了一床啊！哎，第二天还是我帮你晒被褥的。你和水珠姐在后院树底下亲嘴，我在树上趴着吐口水，正好吐到你额头上。你还讲，这晚上怎么鸟还拉屎呢？哎，你。往后你跟我接触要当心，再有事情我们得换个地方谈，这里来往的人还是有些杂啊。国民党的右派势力越来越猖狂了，在江西已经发生了杀害我们共产党人严重事件，还有湖南，就连国民党左派党部也受到了冲击。蒋介石是在违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宗旨啊。老罗，你告诉我，苏州的共产党组织是不是由你领导的？嗯，我就你明白了，都是为了革命嘛。你说啊，在北伐前线，共产党国民党并肩作战，我还听说有个共产党的将领叫叶挺，他带领的部队人称是铁军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难道这国共合作真的要出问题啊？是啊，我们一直克制忍让，党还是要自己的武装啊。卢先生，好，进来。石生，说吧。我找到韩先生了，他让我告诉您，开会地点改在民主中学，时间不变。哦，去吧。哟，沈生很能干，帮了我不少忙。啊，老卢啊，嗯，你可要多保重身体啊，有什么事情尽管讲，我能帮的一定帮。我还要等着读你翻译的托尔斯泰的书呢。中央政府将予以武器平息各地的工人暴乱，清除各地的共产党势力。4月13日，驻扎在上海的第26军在宝山路击毙暴乱的工人100余人，抓获参与暴乱的共产党300余人。播报完毕。喂，国民党杀了这么多共产党？陆先生，你不害怕吗？陆先生，您什么时候让我变成共产党？水生，你不怕吗？我不怕。徐成，入党要有仪式，要宣誓。过几天找到合适的时间，直播的几位领导也得参加。啊，哦，好，好，明白。情况全在这里了，大同书店、石家饭馆、四海客栈、天主堂、电话局、灵岩茶馆、女子中学、苏州明报社，都在监视中，还有车站、码头也已经设置了暗卡。老罗还没回来。只差留在。
房间里的房钱和饭钱，油印机也不见了。你们赶紧把老卢住过的房间收拾一下，能烧的都烧掉。还有啊，如果警察要问，你们就一口咬定老卢仅仅是一个房客而已，其他的一概不晓得。啊，子欣，你们妇女联合会最近也不要再活动了，千万不要说妇女联合会跟老卢有关系，你们都晓得吧？晓得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叶罗先生，卢先生怎么了？他是共产党。随风。